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欢迎你来到铁牛旅行记啊。我们学校这里来的是这个小萨摩耶，就是宠物的主人啊。这个小萨摩耶主人他送这里学习，学了两个月之后不要了。那么说心里话啊，我是非常想把他带走。咱们现在不是有了三个宝贝吗？但是考虑到最终呢就没有，现在是由我们这个同学小王同学把他领养走了，非常可爱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。你看上去了，胆子挺大的，来上上上上上，对，上来，过来上来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萨摩耶好像小白呀，啊，来看他，来过来，啊，好狗，真棒，坐，拿这里，来坐坐，快过来，看一下。拿这里，你看，很好奇，到底在看，来来，小白呀，好狗，真棒，真棒呀，嗯，它是母的，来这里，我拿来跟拉布，耶，好狗，真乖，哎，来靠靠靠。靠靠靠，来靠，来这里靠，过来靠啊，好狗，来靠靠，过来，过来土豆，土豆过来，他长得不像土豆啊，他是白色叫白雪，来，哎靠啊，好狗啊，靠，哎靠靠啊，靠靠啊，好狗，对，靠，哎靠，哎看好啊，真聪明啊，真聪明，好狗啊，你看，哎呀真棒，过来过来，来好狗呀，好狗，真棒，靠，来来来来，这里这里，来坐坐坐坐，来坐坐，来坐，靠靠，来你靠好了，你看真乖，真乖，太乖了。坐，卧，干嘛？回家。哼，好，小仙女叫。来，就是这个。那他打个针苗。对，有打疫苗的。哎，好狗，真棒。对，好狗，来靠，哎，真棒。来坐，坐，哎，好狗。呀，好宝贝，好狗，真棒啊，来你看啊，你看靠得很好，哎，好狗，真棒，他会动作的，他会动作，他学过，这几天我就练他，我就训他了，对，啊，好狗，真棒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好狗，走走，好狗，走，哎，好狗，真棒，哎呀，好狗，真棒，来，好狗，真棒，来过来，呀，好狗，真棒，来，好狗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上过来，过来过来，呀，这来，再上上上上，哎，上上上上上上，哎，上，嘿嘿，好聪明啊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呀，好狗，来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，咦咦，真棒，来。来我来上，来来来来爬，哎呀好狗，来好狗，真棒啊，真棒，真乖，哎，好喜欢他，可惜我现在没条件啊，要工作，不然我就养他了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狗，小白小白小白，这里这里，小白这里，小白，这快快吧，过来过来，他看着响声有兴趣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好狗，真乖，你看他吗？咦，来，过来，来，真乖，来，
真可爱。我好喜欢他的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咱们不是有三个宝贝的吗？好乖，来，你呀，宝贝，看这个小白好不好看吗？啊，你看他主人都不要他了，把他丢在学校里面。走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白多好看啊，看一下这么可爱的狗狗，变成它是一个妹妹啊，好好看，真漂亮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白狗萨摩耶啊，就是我们这里一个客户的狗，养了不到两个月，他说太忙了就不要了，不来接他了，现在呢就被我同学他们领养了，其实我很喜欢他，想把他带回去的，但是咱们现在有三条狗了，我要上班，就是考虑再三犹豫了一下就没有了，不过他还是找了一个爱他的主人，他特别像小白，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养过小白嘛，我就很想养一只，但这个时机好像不对啊。好，挺可爱的，这段时间我们都在给他吃，所以长得肥肥的，是吧？走了，回宿舍了。